接下来一首《春天》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，我们一起跟着律动动起来，好吧？加拿大祝福科尔沁，将美好的祝福献给你们，春天，走起！谢谢，我们再一次感谢奥尔奇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，我们也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，好吗？谢谢，感谢奥尔奇伦老师。是，真的是点燃了现场的热情。